的鼓给你掌声鼓耶。沈芳吉，朋友都叫我阿吉，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男人婆。这是我爸，老古板一个，平常板着一个扑克脸，动不动就生气。除了我偶尔会跟他耍耍赖，全家人都有够怕他的。妈说他以前在大陆当老师，我却老是怀疑他以前是当军人。有够凶！妈，妈，扣掉喂，我扣掉，我扣掉，我扣掉！阿喜呢？救我呢？救我！阿喜，阿喜哪里这些扣掉好啊？跟出来，跟出来了，这是啥等来啊？耶！哦，你好，上上上，恭喜恭喜！什么考上了？那是他运气好，学校的招生名额不足，觉得他成绩还不错，愿意啊，再给他个机会。哎呦，爸，你干嘛这样给人家闹苦呀？斗气什么？事情啊，不能只看结果，过程也是很重要的。一个当大姐的，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榜样。有书念就是好事了。好好好。阿姐啊，啊你考哪些科诶？妈，我选护理科。护理哦。啊，你要做护士啊呢？嘿啊，因为我感觉救人是很神圣的工作，而且毕业就当做护士，就当赚钱啊。那你爸爸妈妈以后就没让你辛苦啊？爸爸，啊，听到没有？女儿长大了，懂得体谅我们，也是好事哦。妈，大姐以后要变护士阿姨，要给别人打针哦。这么可怕、哦？那你要不先让我练习打一针啊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换你，哎，我上来了。
护校才知道爸爸的担心没有错，光是打针量血压就没有想象中轻松，而且医疗器材、药的名字、病毒还有各种症状，几乎都是英文。唉，幸好有小燕，她是我的护校同学。 我们可以说是护理科的最佳拍档。阿罗阿西，快点啦，火车快赶不上了啦！什么啦？哎呦，你到底在找什么啦？哦，原来在这里！你很夸张哎，你居然还带小说来上学，不怕被发现哦？ 没办法啊，上课太枯燥了嘛，像什么基本护理学啊、解剖学，哦，还有超难的药物学，课又难又复杂，我都快听不懂了啦。哦，还有什么英文、国文、历史、地理的，哎，我们从国小、国中念到现在，我若不趁机看下小说啊，我肯定会无聊到睡着。我真的服了你，换作是我，吓都吓死了。我觉得很奇怪。 像我们都护理的，念专业科目也就算了，还有英文、国文什么的，嗯，啊，我以后又不当英文老师，还是国文老师，念的搞干嘛？哎呦，念书不就是这样吗？哎，再过几天就要期中考嘞，要是被当掉，很麻烦。期中考？嗯，快点啦，要是没赶上火车，回家没时间念书了，走啦。哦，啊，我今天带你从另外一个入口搭火车。另外一个入口。 好康的啦，学姐跟我说的哦，不用买票的入口，不好吧？好，走走走，哎，不要啦！就是穷呀。 叫我们呢？为什么要叫我们去教官室啊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哎，怕什么了？去看看再说。先放下。嗯。报告教官。同学，你们是女生呢。 什么不好学，偏偏要学那些坏男生逃票？盛芳吉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什么事情都跟男生一样嘛？这种逃票的事情有什么好比的呢？好吗？张小燕啊，你一向品学兼优，怎么连你也这样呢？
官，只有我啦，没有小叶。我。沈芳琪，你还讲陈英雄？不是啦，教官，小叶不知道我要带他逃票啊，错都在我，要记过就记我好了。沈芳琪，教官希望你不只是勇于认错，更要勇于改过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你们现在还是学生，以为犯了这点小错没有关系，就失去了警惕的心，那么将来犯了大错就后悔莫及了。我知道，教官，我会好好反省的。好，算了，知道反省就好了。今天教官不记你们的过，回去以后你们自己到车站去补票，以后不能够再犯了，知道吗？嗯，谢谢教官，下次不敢了。啊，还有下一次啊？去去去，去教室上课。谢谢教官。阿吉，谢谢你帮我。谢什么啦？我说的是实话啊，本来就是我的错嘛。教官这次没有处罚，算我运气好，下次啊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嗯，好可怕哦。沈芳琪，沈芳琪，刚才我一直在看，总觉得你哪里不对。你知不知道学校不准留刘海啊？刘海？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到教官室来报到，检查头发。是，教官。爸爸，喝茶了。妈，谢谢。这时间过得可真快。阿迪去练护理啊，一年多过去了。他撑过来了。阿如啊，虽然没有考上警校，但是还有个高职可以念。我原本啊还担心他的个性叛逆，桀骜不驯，最好啊去读个什么警校、军校什么的，好好的给他磨一磨。没想到啊，念了高职以后，有阿吉给他做榜样，他在个性上又改变了不少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你看呐，阿你明明就是很开心啦，可是哦，阿每次一提到小孩子考试啦，或是学校啦，就一副那种不满意的样子。怎么会不满意嘛？我心里啊是很高兴的。只是在孩子们面前，我总得要有个样子。我就怕阿吉呀，得意忘了形；阿如又比较叛逆，这都要好好的管一管的。正所谓少年得志，那是大不幸啊。你就是这个样子啦，难怪哦，孩子都怕你了。有时候不能常常教训他们，要给他们鼓励一下，嗯。阿吉去念护理，我是既开心又担心。护理跟医学的专业知识难度是很高的，里边有一大堆英文。阿吉的功课本来就不是很好，这万一要念不下来，对他的自信心打击会很大的。爸爸，你想太多了啦，我对我们阿吉很有信心的。做医生跟护士是救人生命的，
我觉得啊，女儿做这个很有意义的。当然是很有意义的，不过很辛苦。我希望她不要半途而废，能给弟弟妹妹们啊做个榜样。只要他们以后啊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做事，堂堂正正的做人，我沈从仁也就不愧对我老家的列祖列宗了。手这么粗了，你原本是个读书人，应该是当老师教书的。想当年哦，要不是哦，那个李明代表对不起你哦，把你那个教书证明书给骗走。后来，那家伙竟然还跑来跟我说，要证书得再拿3000块钱去把它给赎回来。民国51年呢，我从大陆带来台湾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。那个时候，老大每天都要吃奶，存款也早给他骗光了。我哪来的3000块再给他？反正啊，我沈从仁行得正，坐得稳，就算不当老师，我照样养活一家人。可是哦，你这么辛苦啊。跟我做这个小生意，啊，有时候还被太阳晒，啊，有时候又给雨淋，我觉得你好委屈啊。怎么会委屈嘛？你看，我们靠着自己维系着这个家，把6个孩子都拉拔大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现在啊，我只希望阿吉念护理要好好的努力，不要怕辛苦，值得我们沈家人的精神。不仅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家人，还可以照顾好那些受病痛、受苦的人。每次哦，你讲这些大道理哦，又真的很像教书的老师呢。我去洗碗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我今年没有考上警校。没考上就没考上啊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我知道了，只是我想，如果我有考上的话，爸妈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了。算了啦，想那么多干嘛？赶快读书吧，你明天还要考试。姐，我们班同学放学之后都会去工厂做女工赚钱，我是在想……你在想什么？你的功课比我还烂呢，读书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打工啊？可是宝勋跟方仙过几年也要开始考学校啦，到时候爸妈会更辛苦。到时候我就毕业了，毕业就可以赚钱了。你如果真的后悔，就好好的读书，不要浪费爸妈的钱。姐，我是大姐，我来烦恼就好了。你先带方仙回去睡觉，洗洗脸，回来好好读书啊。哦。阿仙，阿仙，起来了，回你房间去睡啊。快点。来，哎。
妈做过钱，我袂还。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我跟小燕约变去下好，我快迟到了啦。啊，唔是遐晚困，啊早起啊爬袂起来啦。好啦，妈你卖搁念啊，我要袂赴啊啦。放学回来，你还来得及。好啦好啦，我先要去吃饭嘛。看琼瑶，看这么多，有什么心得啊？心得哦，嗯，就我觉得里面女主角跟我很像啊。哦，那我给你一个美梦成真的机会。这什么啊？哎，我们邻居啊，有一个男生，他想要认识你，跟你做朋友，还要约你出去玩。什么啦？不要啦！哎呦，拿去啦！好好把握哦，浪漫的阿吉。我，哎，哎。小燕介绍给我的，是不是像琼瑶小说的男主角啊？走了，拜托求求你！哎呦，快点，你看这个楼梯很危险，小心啊！走啦！哎呦，拜托，拜托，看一下有没有关系？背好，背好，不可以走。非常乖，走了，看一眼就好，拜托，你看他来了啦。哎，走。没有想到是他。哎呦，他也不错啊！你看他自己开工厂，有车子又有钱，他还送你花哎。拜托，又不是跟钱交朋友，这样怎么会有感觉啊？算了算了，我现在年纪还太小，不适合谈恋爱。读书重要，读书重要。哼，你最好是啦。你要是真的知道读书重要，平常就应该好好用功啊。喂，怎样？我看你最近考试成绩退步了，你怎么啦？是啊，就觉得书很多读不完。哎，你数科很强啊，老师不是常说你按针的动作很确实。上次解剖学老师还特别称赞你啊。嗯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英文不好，光是药理学要背那些药名，我就一个头两个大嘞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初要读那些基本科目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如果你这科背大，可能要留级。哎呦，不行啦，这样我们就不能一起实习了耶。我就是很害怕啊，多读一年就要多花一年的学费。万一真的这样，那我干脆不要读了，回去家里帮忙工作赚钱算了。
我看这样好了啦，不然笔记借你。可是你要抄快一点哦，因为快要期中考了，我自己也要念。哎呦，拿去啦！反正你平常都有教我数科啊，我们就当做是互相帮忙好了。真的？嗯。小叶，干嘛？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抱一个。哎呦，真的哈、哦？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他？不错。是不是啊？考虑一下啊！哇，哎，很漂亮，你看看。哇，你好认真哦！哦，不是不是，你看这个。这边特别疼了，跟小燕姐的笔记嘛无路用啊，根本嘛读不完。在念书啊？对啊，期中考要到了嘛。念书归念书，睡眠还是要够的，别念太晚了，早点睡啊。好，我念完就睡。好，啊，门呐，爸爸会帮你带上。谢谢啊，来找您钱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您要什么？这个好了，一包十块。爸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不是要考试吗？放学不回家好好念书，你跑这来做什么？啊，就是读得很烦嘛，想说来帮爸啊，顺便透透气。你呀，说起读书就心浮气躁。崇仁，沈崇仁，哎呀，于昌明，哎呀，你怎么到新竹来了？你不是在凤山吗？是啊，我是在凤山陆军官校教书，今天啊来清华大学开会的。哎呦，你看看这算一算，那不20年没见了，恍如隔世，哎呀，恍如隔世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一身臭汗。来来，坐坐坐，来拿椅子来。你好吧？好，好。来用个点心。好好好好，哎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崇仁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做这个小买卖啊？这个，做买卖养家。养家？你这可以去教书啊！当初在老家，全校年年的优良教师啊，做这买卖，太委屈你了吧？哎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是怎么回事？得罪人了还是？没什么，就是被骗了吧？连教师证啊都给骗了。被骗了？你呀？哎，没事儿。哎，当年呐，我就弄了台破板车，把美元的一些什么面粉啦、奶粉啦、麦片什么的，我就这么凑一凑，就这么卖，一直啊卖到现在。崇仁啊，这真是斯文扫地呀！哎呀，苦了你了。怎么会？我开心得很呐！我沈崇仁呐，不做亏心事。
就靠着我这一双脚，一双手，再加上个好太太，20年下来啊，我养活了一家6个小孩，这是我最感到光荣的事。哎，昌明，哎，这是我大女儿，在读护理，马上就要当护士喽。哦，哎，阿姬啊，快叫徐伯伯。徐伯伯好。真乖呀、啊，同仁啊，我真服了你了，你真是我们的山东汉子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哎，这饼干不错啊，来来来，我买2包回去啊。哎呀，不卖不卖，茶香玉固值。哎，来来来，拿回去啊，给嫂夫人。来来，再加上这个，不成敬意。来，不成敬意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不成敬意呀。谢谢了啊。什么话什么话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心情哈，我知道。骑慢一点哦。阿姊啊，阿今天是礼拜，那早早起来，我陪你加睏一下。那是好好有代志啊！我是安怎？啊，平常时啊，讲话大细声个话，啊，今仔日吞吞吐吐，啊，什么代志啦？我觉得我不适合读护士，我想休学。休学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那是讲吼成绩对袂着啦，咱就积极补习吧。我当初想了想过简单啦，护士的课好重，我若继续读落，嘛是无彩钱啊。方如现在高职的学费遐尼贵，之后还有阿仙跟阿勋，拢要继续读册。你甲爸负担想过大啊，我想要将学费省起来去做工课，互弟弟妹妹好好读册。你爸爸伊是读书人，伊若做过这么粗重的工课，你爸爸最相信你，啊，每一天拖这么重的车，为光复路，安一直拖一直拖，有时啊，我爱下日晒，啊，我淋大雨，为辛苦人要担包裹。我感觉真不甘的，我嘛感觉伊足委屈。妈，恁安尼为我牺牲，我足艰苦的。我希望我会当帮恁斗三工，加赚一寡钱。你莫安尼想，恁爸爸伊从来冇讲过后悔，伊讲伊靠家己的力量。会饲咱全家伙啊，是上价值的代志。既然安尼，
我休学帮你们啦、啊。我严明，你哥哥都是因为出了我子，在你打工，你爸爸为了这件代志，我感觉真艰苦，感觉真对不起你两个哥哥。你爸爸上希望的，就是你能够做你家己喜欢的代志，莫因为讲咱厝的事无钱，啊来放弃恁的志愿。这话是安怎？恁从来拢唔爱甲阮讲，就希望讲恁心肝内莫有负担啊。假使讲你无为读好书学校，安尼哦，咱就选其他的，过来订课，阮会找钱，互你去订课。啊，若是讲哦，你若是放弃，安尼哦，爸爸妈妈是袂原谅你的。你知影无？你考调好数学的时阵，恁爸爸是偌欢喜的。伊讲伊上希望的，就是看到你做个你家喜欢的代志，啊，做恁弟弟妹妹好模样。假使你无爱让爸爸妈妈失望，你就爱坚持落去，阮一定会支持你的。我知影，我会继续坚持落去。我会予恁知影，为阮打拼是有价值的。就跟你说，用功是有成果的吧？真的哎，我真是不敢相信。小燕，谢谢你帮我恶补。谢什么啦？这些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这么开心，我们去庆祝一下。好啊，我们去吃冰。嗯，走走。谢谢谢。阿吉，嗯，怎么办？我很怕实习耶。为什么？
我不像你啊，不管是打针、量血压，还是绑止血带，你都很厉害。我一看到血，就觉得害怕。怎么会？你功课那么好哎！哎，这两年要不是因为护校根本就读过了。我其实只会考试啦，但我现在想到我们要离开学校去实习，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真正的病人，我想到就觉得好害怕哦。阿吉，你都不怕哦？当然还是会紧张啊，可是我现在只想赶快离开学校去赚钱贴补家里，现在去实习就是准备要去工作啦，所以我反而有点期待。哎，可是实习跟在学校不一样哎，在学校老师会提醒你，要是做错了重做就好啦，在医院不能做错，万一做错了，病人可是会出事哎！哎呦，你不要担心啊，你成绩那么好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啦。放心，在实习的时候，如果技术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我来帮你啊。全部都记得哎！我刚刚看到那个人的样子，吓都快要吓坏了，我觉得好可怕。你都不怕吗？刚才我就想到救人第一，没有想到要怕，只是等他吐出来之后，我才觉得好紧张。我看你这样救人，我突然想到老师上课的时候告诉过我们南丁格尔说过的一句话。能够照顾人，使他康复，是一件神圣的工作。阿吉，我觉得你刚才好神圣哦。哪有神圣啊？我只是担心万一窒息了怎么办，就要赶快急救啊！要掌握老师讲的五分钟黄金时间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天分。真的吗？不知道。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什么感觉啊？我在帮他急救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想，可是等到他吐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成就感。阿吉。我想，你可能真的很适合当护士哦。原来当护士是这种感觉哦。爸。去实习之后，你愿意借我手让我练习量血压跟打针吗？那就早点睡。嗯。爸。嗯。姐，我洗好了，那你。哦。来了啦！
在哪里报到？问一下。这药车怎么贴成这样？院长，对不起。那，我也好痛哎！下次不敢。还有下次？阿里逃酸等来，什么人个知啊？被放鸽子了啦！这派欧巴木，你家一个人，等你滨海家有账。啊，若出什么代志，什么负责啊？我回来哦，再跟你算账。你是殷超凡，还是秦夏？我是来救你的。我姓张，我叫张文渊。一个梦有多远，不放手就不怕难，往前飞就不会留下遗憾，牵着手就不会觉得孤单，没有风的下。